It's for beating, it's for better. For beating the book you. This is the play. Okay, you can take it now. It's been a little I want to start. I want to start. 除了大家知道槟榔是槟榔之外，就是槟榔在台湾可以社会里面是巫师跟主教通的时候的一个能量，因为等一下要带着你们去许愿，所我要去背这个礼物。那现在我们现场的朋友想要为自己许愿，或者是为家人朋友许愿的，请你从自己的身上拿出5块钱的铜板来。OK。 No, I would like to end it with you guys. This house is located at least 1,500 feet. So lots of things are rock. And if you use the rock, water comes in the middle or fire inside. 来，要许愿的朋友从自己的身上拿出5块钱来，我们要来体验最传统的许愿方式。相信大家都有许过愿，对不对？你们都在哪里？蛋糕前面，对吗？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传统的许愿方式。好，好，都准备好了吗？好了。好，各位记得，等一下许愿的时候，就像你在蛋糕前面许愿是一样的，眼睛闭起来，自己在心里许愿就好了。 等一下，你们在许愿的时候，巫师会去把跟主灵连接的圣火点起来。你们许愿的同时，圣火在你们的头上会绕圈。这样的动作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把你们的愿望收到我的灵果上，然后由我来告知我们的主灵，帮助各位完成你们今天在这里许下来的愿望；第二个作用是，当你感觉火跟烟经过你的时候，主灵的祝福就降下来了，会降在哪里？降在你的钱币上面。 所以钱币要拿好，钱币怎么拿呢？请你用你的右手把钱币抓好，然后盖在左手的手掌上。对，盖在左手的手掌上。好，眼睛闭起来，可以开始许愿喽。 Uzamuna ini senayan tazmas, manova taizen tazmas, mari mari masalo tazmas, mari mari masalo tazmas, tenayan tanusun, mari mari masalo tazmas. <音>刚才呢，巫师已经把各位的愿望送到天庭给主灵了哈。各位记得，手上的钱币是受过祝福的钱币。如果你真的想今天许下来的愿望可以成真的朋友，请你记得，第一个手不要轻易的打开来，打开来福气会跑掉哦。第二个。